在困难的时候，我感觉尤其是发车，一直到上侧倾坡这段距离，因为是四个国家同时进行发车，谁的车速快，就有可能第一个上侧倾坡，待在后面的车辆很可能被影响车速。 我们的装备在赛场上发挥了很好的性能，我们的战士发挥的也很好，人装结合非常到位。 Сегодня очень сложно работали, стреляли метко и достаточно.